陆杰，刚才林局宣布要搞实地演练的时候，你注意了没有？管委和徐静安的表现很不自然，他们心里头一定有鬼。赵明，你可不要这么想。管委跟徐静安的心理素质都不差，你可不要小看了他们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说他们一定没料到林局会有这样的安排。 我坚信，到了现场，他们一定会露出破绽。肯定会。 我们先从第一个环节开始。管委，当时是你第一个到达现场的，你再把你进入茶楼以后的过程给大家说一说。是。 当时我跟陈队就是从这扇门由外边进入茶楼的，因为接到报案，人质是在二楼包间，我们就直接上了二楼。进来后，你们直接上楼进包间了吗？我们在大厅里简单的观察了一下，因为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没有客人。林荫观察，这个散作大厅一览无余，如果藏个什么人，应该一眼就能发现。可是官委和陈云清。 当时却没有发现耿凤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没有看到耿凤臣，也没细搜，没有发现。这就是教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外援。如果非进入不可，到房间内一定要仔细搜查可以藏人的地方，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。关队，继续吧。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楼梯上了包间。好，大家上楼。关队长，当时袁万春是坐在这里是吧？对。哎，行吧。那我站的位置应该是耿凤军的位置，在这里控制着袁万春。对。当时关队你是在哪儿？ 我在门口，站在你当时的位置。是。你当时是跟陈云清队长一起冲上来，冲到了门口。谁在前当时？他在前，我在后。谁在左，谁在右？问题出来了，这么小的茶室，这么窄的过道，只能容一个人通过。那么在这么小的空间里， 两个人的枪口是怎么同时指向耿凤军的呢？陈亮，站在你哥哥当年的位置。好，各位，现在请拔枪示意。 赵明，你站在当年耿凤臣出现的地方。关队，这是当时耿凤臣开枪的位置吗？对。真实的情景出现了，从外面闯进来的耿凤臣为什么不先打站在后面的关伟，反而撇开他开枪打站在前面的陈云清呢？ 这个漏洞一下就暴露在大家的面前了。关队，当时你在后面，我哥哥在前面，那为什么耿凤臣他不先打你，反而打我哥呀？当时我跟你哥哥的枪都对着耿凤臣，你哥哥离他更近。那他打死了我哥以后，为什么不接着打你，反而从你面前跑掉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相信我？ 当时耿凤臣打倒你哥的时候，我的枪正指着耿凤军，我顺势把耿凤军打倒，我正要转身对付耿凤臣的时候，他把我推倒在地，然后他跑了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解释的多么牵强啊，甚至有些谬误，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描述。 不过，林荫现在还不想点破这个弥天大谎。
他还需要更多的证据。事情往往是当局者迷。官队当时全力的在控制着局面，现在也不可能想得那么仔细了。我们从头再想一想，整个案件有多少教训需要我们来总结？当时我正在南城加油站给车加油，接到管委电话之后。 我马上开车赶过来。进了这院之后啊，我怕引起里边人注意，所以我就把车停在了那个位置上。然后我下车准备步行往这儿走过来。我刚一下车，就听见岔路里面有枪响，我想坏了，出事儿了，所以我马上拔出枪来往这儿跑过来。可是我刚跑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正好耿凤臣也从里面跑出来。 林荫一下子就发现了徐建安的漏洞。徐建安说，在这个位置，他和从岔路里跑出的耿凤臣迎面碰上，可是耿凤臣居然没有向他开枪，而徐建安在这么近的距离也数枪都没有击中耿凤臣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我们就在这儿打了一个照面，耿凤臣看见我先愣了一下，完后啊，他扭头就往那儿跑。 我举着枪，我命令他，我说：“你站住！”可是这家伙不听我的，他接着往前跑，还越跑越快。我没办法，所以我朝天鸣了一枪。可是耿凤臣跑过那个拐角之后啊，马上就消失了。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行，徐大伟，以后的演练我就不来了，你一定要认真抓好。 林军，有点事儿想跟您说说。什么事儿？刚才实际演练，我怎么觉着官委的话有点不符合逻辑？哪儿不符合逻辑？这个我也说不太好，反正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 时间这么久了，有一些误差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你说呢？有可能吧。那好，我接着去演练了。去吧。林局长。啊，你好。你们完事儿了？完事儿了，谢谢你的支持。 你们演习看出什么了吗？你指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您忙吧，我回去了。你们家随然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啊，他也没来电话。林局长，您说他像话吗？我知道他是因为害怕才躲出去的。哟，您这话怎么说的呀？我们家随然有什么可怕的？ 听我转告的，有些事儿躲是躲不过去的，就像噩梦一样，始终会纠缠着你。这有我的电话，让他给我打电话吧，随时。 来，云清大哥，这事儿在我心里边已经淡忘了，可是今天在远乡长乐镇比演练，我这心里边……来。
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今天去了趟月香茶楼，我这心里头不好受。我知道，来喝酒。今天在演练现场，我这一直觉得不太对劲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哥哥先冲进屋子，那样应该他在前面，你在后边。可为什么耿凤尘他打我哥不打你呢？月亮，我只能跟你说，当时气氛非常的紧张。我哪能想那么多呀？我当时就想赶紧把人质给救出来。我跟你哥哥前后脚冲进去了，我们跟对方是枪口对着枪口，我哪还记得谁站在哪儿啊？但是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跟你哥哥，我们俩是对着耿凤军。耿凤尘他从哪儿进来的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但是他一枪就把你哥哥给打倒了。月亮啊，我跟你哥是过命的兄弟，他这一走，我就发誓，我把你当成我的亲兄弟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你刚才的话好像在怀疑我。不不不，关哥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怀疑谁，我也不能怀疑你啊。自从我来了局里以后，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。你对我怎么样，我陈云亮心里边清楚。心里头难受，这个案件已经好久都没有突破了，好几回耿凤尘差那么一点儿，眼看就要落网了，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。你说我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？我知道。可是云亮，你不觉得今天林局把我们召集到远香茶楼搞这么一个演练，他有点奇怪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林荫局长根本就没把破案还有抓获耿凤尘当回事儿，他的心思不在这儿。你别听他过去有多么挥霍，他刚到局里几天呀就又上去了，这人就是个走关系的人，不然他能上这么快啊？他是坐的火箭呀，还是航天飞机啊？是啊，我也有点想不通。所以说，你俩，人家啊，就是个想当官的人。你说说，整个局里边，还有谁是真心想帮着你哥哥报仇的？关哥，我懂，我不糊涂。虽然那报案是有问题的，如果我是耿氏兄弟，我干这种事儿，我不会去茶楼。即便是选择了茶楼，那也得是可靠的地方，茶楼老板得是信得过的。我绝不会找这种有可能会举报我的人。解救的环节也不对。关伟说，当时他跟程云清冲进去的时候，正看到了耿凤军用枪对着袁万春的脑袋。耿凤军看到来人以后，立刻调转了枪口对准了关伟。这时候关伟的枪响了，击毙了耿凤军。这不大可能啊，我们都知道
劫匪控制住人质的时候，这时候发现来了警察，他首先做的会是用人质来做挡箭牌，与警察周旋，他怎么可能马上调转枪口对警察开枪呢？赵民的话切中要害，通过在远乡茶楼的1213案件现场模拟，林英的心里也越来越清楚了，对事实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。面对目前的情况，林英必须要全面考虑，掌控全局，下手要准要狠。还有，袁万春身上没有血，案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外地，审查的时候赵明又被排除在外，我回来之后觉得不太对，就私下里问了问，有好几个人都说那天没有发现袁万春身上有血迹。是不对，按照当时的情况，如果官委击毙了耿凤军，那袁万春的身上不可能没有被溅到血迹。还有审查的时候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、主管大案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都被排除在外。当时鲁局外出抓逃了，我呢，因为跟耿凤臣平时有些来往，就有人说我应该回避，后来就给我找了个不大不小的案子，把我支开了。老鲁回来以后，对这个案子很关注，问这问那，可就在这时候啊，老鲁在处理海春大饭店的问题时，和保安发生了冲突，一下被撤了职，就到鲁山去当派出所所长了。看来一切都明白了，如果自己的猜测没有错的话，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明知道他们就是内奸，是杀人犯，可咱们还要装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再坚持一段吧，我相信时间不会太长了。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还要拿到证据。徐大队，喝了吧。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喝呢？下班时间，这不违反纪律吧？再说了，我是为了抓耿凤臣，我才跟陈文亮喝了点。他什么态度啊？我这一说，他这脑子还真就转过来了。想不到啊，咱这关大队长啊，现在也会做别人思想工作了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瞧不起我？我哪敢瞧不起你啊。关伟，说正经的，你有没有觉得当初有问题？好端端的突然把咱们叫到远乡茶楼去，还让我们恢复现场，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这当中啊肯定有问题。是，我也觉得这里有问题。可是他们想干什么呢？信不过咱们是肯定的，所以说抓住耿凤臣已经迫在眉睫了，一分钟也不能再耽误了，要不然的话咱们也太无能了吧。进来。林局，有件事儿我拿捏不太准，想跟您汇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坐。林局，我觉着官委最近越来越不太正常了，特别是你出事儿之后啊，他整天是六神无主啊，尤其是这几天，更加像个热锅上的蚂蚁。
他老跟我打听，说这案组有没有什么进展。您看是不是有点反常？不是说有内鬼吗？我觉得他有嫌疑。你这么认为？我还不太敢确定。林娟，其实1213案，我当时是后到现场的。等我赶到案发现场，陈云清已经牺牲了，耿凤军也已经被击毙了，所以具体的情况，我其实并不太了解。当然了，这一切我只是有疑问，并没有确凿证据。您看是不是该采取点措施？这样，你平时多留意一些他。如果他有什么异常行动，你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好，去吧。你在呢？你去找林恩了？啊？这大家都出去执勤了，你怎么还在办公室待着呢？我在等你呢。你跟林恩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，你到他办公室去。我说，我是刑警大队大队长。人家是局长，我找他谈点工作不行啊？徐大队，你有事瞒着我。瞒你？我瞒你干嘛呀？没瞒就没瞒呗。你急什么呀？行了，关伟，我知道，都是那场演习给闹的。你放心吧，咱俩都共事那么久了，该说什么该做什么，我心里很清楚。眼下咱俩就该拧成一股绳儿，这就对了。咱们俩之间啊，要是出现一道裂缝，那水可就渗出去了。这个道理，你我都懂。你懂啊？你懂就好。那，你找他干嘛去了？我去试探了下林毅。怎么试探？我跟林毅说，我怀疑你官委有问题。什么？你真这么说的？你急什么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这叫试探。有这么试探的吗？关伟，你动动脑筋行不行？林英怀疑是肯定的，那是让他觉着咱俩之间好的穿一条裤子合适呢，还是让他觉得你我之间有矛盾更合适？凡事啊，要多动动脑筋，要不然你永远进步不了。那行，那我现在我也去找林英。我就说，我怀疑你徐静安有问题，成吗？行，我肯定不反对。那样林英就会想办法在你我之间寻找突破口，这样一来，反而会露出他的真实用意。我觉得你这是自作聪明。关队，我执勤去了。应该说，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，我们对事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。这么多的疑点，
一年多来，你们明明有疑问，却保持了沉默，一言不发，默认这种现状。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失职？谁想那样啊？你看当初鲁局，不就稍微主持了那么点正义吗？可结果呢？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说免职就给免职了，其他人谁敢呢？你现在能理解了吧？我当初为什么非要调离刑警大队？既然发挥不了作用，还得时刻提防着暗算，何必呢？惹不起，咱躲得起吧。其实前几年，凤春人没少给上面写信，反映黑恶势力猖獗的问题。可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，正义不但得不到伸张，反而受迫害。也难怪人们选择了沉默呀。鲁局也在，林局，远乡茶楼那个老板虽然回来了，我想让郑红印出面跟他接触一下，摸摸情况。他们都是生意人，以前有过来往，让郑红印出面不会引起虽然的警觉。可以。喂，林局。明白，一会儿见。关伟，在哪儿呢？人局找我们，半个小时之后在清风路口的川菜馆见。任姐，找我们有事儿。对，坐吧。你们知道吗？林荫的那个专案组，目前是干劲冲天。他叫你们刑警大队的人到远乡楼去进行现场演练，还说什么总结经验、吸取教训。你们想过没有？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任局，我觉得林荫根本就信不过咱们。关键是耿凤臣呐，林荫找不着他，怎么你们也找不着他呀？这太不像话了吧？不是安排个李飞在耿凤臣家盯着吗？他这人可靠吗？任局，李飞还是起作用的。上次要不是因为赵民，我已经把耿凤臣给干掉了。这事儿您知道吗？过去的事儿不说了，啊。目前关键就是抓住耿凤臣，明白吗？我设计了一张表格，你看看。问卷调查表，只有四个问题。第一，你认为本市有没有黑恶势力？第二，你认为黑恶势力的活动范围在哪个领域？第三，你能否提供黑恶势力的名字？第四，能不能提供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？好啊，每一项都非常具体。
除了被调查者自愿表明自己的态度外，其他各个项目都可以随便的打勾或者打叉。被调查者不用填写自己的名字，这样被调查者就可以放心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了。这调查表太有针对性了，一定会有群众愿意给咱们提供线索的。我给我们自己也设计了一个表格，叫大家来填写。 问题只有一个：作为凤春的公安干警，你认为凤春的治安症结在哪里？在你心中，谁是黑恶势力的头目？我举双手赞成。说实话，这些年大家心里头都有话，却都闷着没说出来。可要真论起来，那谁心里头都有一杆秤。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沉默下去。 刑警大队是各警种中的尖刀单位。这次打黑除恶的斗争，我们局展开的如何，能否取得预期的成绩，关键就要看你们了。所以今天我特意到刑警大队来开个会。首先，我要强调一条，就是纪律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你是一名警察。 是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警察，要站稳了立场。鉴于凤春目前的情况，我不得不对大家要求的具体一点。每个中队至少给我找出一条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来，而且这条线索一定要有价值。我先把丑话说到前面，在这次斗争中。 成绩显著的，提拔重用，态度消极，成绩差的，降级免职。我说到做到。会场静了下来，气氛有些紧张。徐静安官威不自然了，显然林英的话是有的放矢的，这也是他破案的一个步骤，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，引出。 幕后的黑手，林局，你看吧，这是下边两个派出所收回来的调查表。这么多，没有分类吗？啊，分好了。相当一部分调查表上面写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，袁万春。 看来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，在调查表中，大多数填写的凤春黑社会都是袁万春。相反，认为耿凤军和耿凤臣兄弟是黑社会的，却是寥寥无几。这些调查表代表的才是真正的民意呀！进来，林局，您看吧，我先走了。 政委，万民，林局，下边几个中队刚交上来的汇报材料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送上来？可能他们觉得当面交给你不大好解释吧。什么地方不好解释？你想啊，刚才在会上你让大伙发言，那都跟哑巴似的，谁也不敢说实话，就这么会儿功夫，却又都把材料送来了，这还需要解释吗？ 当然需要。林局，当着官委他们的面，大伙儿都不愿意说呀。不愿意说就可以装糊涂啊？在会上没有直说，可现在不把材料都送来了吗？现在终于到了可以开口说真话的时候了。这是因为这段时间，大家都认定你是可以信赖的领导。至于徐金安官委，他们是一丘之貉，有他们在。 刑警大队就没个好。当着徐静安官委的面，就没有勇气说真话了吗？勇气还在，但是需要决心。那我们就给他们决心。我们是人民警察，要对社会负责任，要对人民负责任。
这是我们的最高任务和职责。嗯，林军，我在刑警大队待了这么多年，我对大多数人都是了解的。我相信，只要是动了真格的，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站错立场。林一又在搞什么民意调查了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老百姓当中调查谁是黑社会势力。调查完之后呢，又回到分局搞民意调查，都是匿名填写表格呀。你笑什么？让他查吧，总得有证据吧。口说无凭啊。我说袁总啊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这段时间我对林银还是了解的，他是软硬不吃啊，咬着就不松口。你是一个生意人，生意做大了以后，难免有人就看着眼红啊。再说，我们谁能保证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？问题是我可没惹他呀。他非要冲我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低调。哼，人家不愿意跟我一起玩，那我能怎么样？我总不能求着他吧？小不忍则乱大谋嘛。任局，我要是不能忍，能到今天吗？袁总，那个开茶馆的随然，暂时就先别让他回来了，别在这个时候添乱。好的。那件事儿，你考虑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那个东西你是不打算处理了是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保险柜里装的什么东西你自己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袁总，你别认为那是你的宝贝，早晚那是你的祸害。我走了。任大强在威胁他，袁万春心虚了，但是他还要强打精神，抱着一丝侥幸做最后的挣扎。林局，鲁局，虽然不见了。虽然不见了。郑红运去了远香茶楼，可那儿的老板换人了，说是虽然把茶楼兑出去不干了，他的家里人也都不在家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他给虽然打电话也打不通，关机。好的茶楼突然不干了，一家人都不见了。我去了他居住的辖区派出所了解过了，他倒是没搬家。他是在躲避什么？那就更说明有问题。张斌，一定要死死盯住虽然，安排可靠的人监视他的家，一旦发现虽然，立刻报告。月闲青山，不忍看。
看你疲惫的脸。从未听到你说，你说愿沧桑容颜，苦涩艰难都你说，你说愿露宿风餐，总是天涯不绝缘。夜阑珊，分明有凶险在前。你说过